最大跟最小的对决，真的哎，我们还有鸵鸟蛋也太大了，真的可以立吗？导演叫我让他沉，好没有斗志哦，完全没有想要立起来的打算。你这是真的吗？我们可以这样一起吗？我依偎在对方身上，你觉得如何？哎，结束了，这么快。说刚鸡蛋是唯一有立起来的，熟的蛋怎么立啦？不是，它的重量一看就知道，就是我要蹲下。不是，你知道它里面的内容没有跑出来。好，你摔它了？没有，可是没有跑出来啊。摔一点，没有跑出来啊。立蛋成功，端午节快乐！等一下，我也要立蛋。30秒，开始。欸，这很难欸。欸，这10秒钟欸，这大家立得起来吗？这5秒钟我要换地方。欸，欸，立起来。立起来了！哎，我们立起来了！两个最打混的组合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都把它拿起来，没有被流出来。没有，里面根本没有破。小编的奇怪技能，我会立蛋，爱吗？那我也可以吃贝贝来咬着，咬着立蛋。